我们学校每年都组织各类活动，每年开两次运动会，一次是水上运动会，一次是田径运动会。除此以外，学校还举办圣诞节和春节音乐会、义卖会和文化节等活动。下个月5号，我们学校将举办文化节，时间是星期六的上午10点至下午4点。我去年在文化节上参加了中国舞表演，今年我准备参加韩国舞表演。一，他们学校组织什么运动会？二，他们学校举办什么音乐会？三，他们学校组织义卖会吗？四，下个月他们学校举办什么？五，文化节几点结束？六，他去年在文化节做什么？七，他今年在文化节做什么？